俄罗斯的人观想牛，西南澳洲的牛或人一观想，他们就会来，而又有食物，他就喜欢吃，吃了食物以后，然后马上念佛持咒超度他，让他升天了，升净土啊，跟他结善缘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念嗡阿吽，麻烦各位慈悲观想。第一个，孤魂野鬼没有衣服穿，所以你们要，我们要观想很多衣服，给小孩子的，给老人的，给年轻人的，他们很多漂亮的衣服。第二个，孤魂野鬼没有房子住，所以要观想很多漂亮的房子，他们住进去了。然后房子里面，第三有各种的黄金财宝钞票。第四个，各种吃不完的食物。第五个，有各种喝不完的水甘露。第六个，日常用品一切具足，包括化妆品。然后呢，第七个，所有的药他们都满足了。再来，各位马上就要观想所有的动物，它的头脚皮肤都恢复了，羽毛都恢复了，很快乐，然后有东西吃，自由自在啊！而在快乐的时候，嗡阿吽就产生了身口意，它的身体就变成人的身口意，就现出来了，个个都变成像人的身口意，身体发光，都坐在莲花上，然后呢都可以升天升净土。你的位置那边有一杯水米，现在还要以所有刚刚各位布施的来融入在你的水米里面，对更多的地狱道的众生再给他们招请。好，各位要把右手弹开往下弹，要让更多的地狱道众生，现在外面满满的食物，满满的烟供，满满的佛菩萨的加持，他们一来就解脱，所有祖先也好，众生也好，毫无障碍的得到今天各位的大布施啊！而且吃呢，他们就可以离苦升天升净土。